这边的伊甸园解完之后，我们去解这么个附近的石塔好了啦，那边也有伊甸园任务可以解。走，等下算我120了啦。嗯，这是哈林吗？他叫宝可币、欸。等一下，宝可币。他说无聊，真无聊，有够无聊。我宝利达币嘞，宝可币。麦斯普雷德，再往上一张吧，就可以到石塔那边。我要进去了。哎，这边应该是再上去哦，怎么这么多张？嗯，上上上，上上上。这边的这个沙妖应该是偷土林原石在用的吧？对啊，还有大马士革，以前都会用那个原石去分解啦，然后卖那个矿石，可以卖2000多吧。五个左右吧，拿去卖。嗯，这一块地图可以集结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边可以集结。塔利吗？可以的，我看看。可以可以耶。这边开始要有点小心了。哎呀，剩点不出来。哎，你看旁边有一只，走好慢哦。欸、他会慢动作哎、欸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对对啊！哇，来玩、欸欸！到底为什么？我没有那个哦。你看，他的速度啊！他是不是被放深渊泥沼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敲他一下要复原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在干嘛、啊？把他留着，把他留着，把他拍电影啊！太稀有了，太可爱了。进入塔内，5000块，5000块，便宜了。去101都要花更多钱。这里要不要拍？算了，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先出来拍一下。哎、欸，出来就会从这边。多花5000块。这边好像要转一个视角吧。哇，这个塔台耶，塔拉托斯塔。其实他头顶有座，然后我们永远看不到。嗯，设计失败。对，美术觉得干。来了，博物馆入口。博物馆惊魂记啊！看这边的人物，应该是在那个。请问那个美妆区在哪里？签名应该是这两个啦。好，右上那两个惊叹号。这个是埃布罗，埃布罗，哦，他是伊甸园怪物讨伐的负责人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好，看一下，是的，执行。哎，邪恶箱问号布，狂暴邪恶箱30只。OK， 再来是，哦，这个是死亡魔术30个。好，下一个，古城的男爵，枭鸟男爵20个。好。怎么这么多、啊、？OK， 好，我接完了。哦，右边是120的啦，你还不能接塔特吗？就是那一些行刑者啊、监视者那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从这边一楼直接走去2楼，对不对？就不用搭电梯吗？看一下电梯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改耶。2楼到3楼以前要凑满5个才可以上去。我看一下任务跟楼层的怪物。好。我们去3楼，然后打到4楼。OK， 3楼。那我们前往3楼，出发。哦，废弃空间，破旧书页、欸。哦，你在旁边，我以为会随机耶。没有没有。以前这边要集满5个人才可以上来。5个人？嗯，这么麻烦吗？对啊。那我先偷一下哦，这个血迹树叶。哎、欸，他攻击人的好帅哦，他书打开是3个骷髅头，哦，好特别的一个魔物。偷窃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有偷窃？你是不是还给？欸、有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还他。你是忘记还还是？不是啊，这我们买的啊。啊，对哦，
我没有买啊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一届石塔偷窃大赛开始了。哎呦，太多只太多只，他们几被偷？闹鸡架，哇！哎，可是我都偷不到血迹的，哎，这个会掉血迹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偷不到啊。等下那只书，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偷偷偷，精英精英，他是精英，偷偷偷偷偷，我被 kill 呀，我被 kill 呀！哎，我偷到世纪末卡普拉传说第一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小说了 ，RO 里面的小说，在 RO 月刊里非常畅销连载的小偷用儒生的最新作。我记得他的，我记得他的排版很烂，我看不了第一页，我就不看。这是一个从遥远的时代开始，从卡普拉中心所留下来的不可置信传说般的故事。十五页，不好意思，各位同学们，自己截图哈，自己看哦。我们一集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哦，十五页可能讲不完。偷？为什么是咬我？哎、欸，你比较香。哎、欸，你算了吧。那这个是什么啊？右边那一块。我看藏着什么东西，破图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哦，它是砂纸啊，有点像砂纸是不是？哦，它盖着了，它被一块布盖着。难道是恐龙的化石？在博物馆啊，很正常。欸，安息者他是 BOSS 阶级耶，所以他掉卡会上网。转哦，转哦，我要死哦。我在等你死。有掉有掉。哦，太拼了吧！魔法图也是十个。嗯，魔法图很好掉。搬、搬，上楼吧。上楼还有死亡魔术吗？有。好。不够的话再下来打。哦，枭鸟首领。嗯，魔法图其实很好掉啊。东西吗？破烂衣服也是很好掉。哎、欸，靠腰！哇、啊，这里好多不同的、哦。B 计划，这里还要 B 计划，你不怕死是不是？这里还好吧？上面，哇，他们会雷击！哎、欸，这个是绿色熊状的，哇！哦呦，欸、这个有树叶，蛮会掉的。那我就这边有熊状的魔书，表示。其实这块地图最多的就是魔书，哎、欸，又一只又一只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分配，对不对？嗯，怪最多那一只就有熊状的，没掉。那我们刚在三楼是干嘛？可是三楼也有熊状的、啊。哦。我怎么觉得下一楼没有啦，这一楼先打邪恶箱好了。他有法术，他接技接错人，你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看一下 A 痊愈，哎、哦欸，我还没痊愈术，哎呦，好痛、哦！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！哇，接技接的比我还顺呢、欸，他接技也太会了吧！攻读生是不是？谁藏在里面出来？等一下哦，嗯、我有个光力，独家。好了吧，好，再不来我就要死了。他衣服缺很多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他要30吗？现在12、嗯、
我觉得我要偷了。没有没有，衣服偷不到，你回来。对啊，回来，他不能偷。你先，你以后遇到这一些，你就十字斩。好。去哦。还是要再往下一层，其实下一层还是有这些怪吗？好，往下一层看看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去下一层啊。如果他任务有改掉的话，改掉就可以去，没改掉就不能。我们要去，这是五楼，下一个是六楼。六楼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对哦，上层呢、欸？不好意思。全愈，你要不要捡你的蓝纸？好，一段美轮美奂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，那叫蓝釉石。下面很多，下面很多。没半件，没半件。有一件，一件，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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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300，一件200，三件700。对对对对，你数学是不是不好？三件才600。最后一天营业了哈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大特价，最后一天营业了哦。你被接济了，可能就去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哦哦，雕猫，哦，怎么会雕？怎么吓我一跳？这个是，看一下，我猜是绯红色。绯红色。哦，有哎，火属性。下一集开始，我们开始练那个卢恩哈，从零开始的卢恩系列。都没掉哎，是怎样？很太毒心了。现在老大都不穿，对啊，老大都不穿衣服出门。欸、有一只肥的，哎、欸，肥的，没掉。他应该会按。哇，一件都没有啊！这里有一件，缺一，缺一，缺一。哎、欸，没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嗯，把下面那个打完好了。好、哦，找什么去？往下。想说打一张卡上个光，那就算了吧。好了，回家了。那我们回去用船的。是这边吗？这边可以过去吗？一样，喵喵卡普。好，湖水西边原野下面那个湖水，嗯，看一下在哪里？我看一下我在哪。塔台、啊、对，左上，在左上。任务还要多。哎、欸，刚刚说5000，现在变3000了。打折哦，因为你加入了，你加入会员了哦。我是蓝钻的吗？我是蓝钻等级的。那个百货公司，你只要加入会员，它就会打折，有没有？哦，119啊，终于要撑到120了。第一个任务回，哇，30%，哎、欸啊，我121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太快了，119，古城和男爵，哇，120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多哦，经验值超多的。对啊，哦，121，我追上你了。哎呦，好，121又35%，大概12171。对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次我们就来去打副本好了。好，是时候把斩首最强的这个吸收武器，看能不能把它做出来。那我们接着就去黄土副本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